咱真多人邀我规拜至高的上帝，叫做什么啊？答案，伊要指示你什么是好，邀我爱你行什么，多多爱你行公义、心存怜悯、谦卑，甲你上帝三件。在咱作为来跟耶和华上帝向西第四十七章。我的上帝，我的君王，你名我要永远尊崇，主耶和华至高至大，未通亵渎，君威满满，请咱起立来认真唱。
因建立在天设以权的前面的顶面。水无换过伊的能力，也要伊老爸愿意换伊的意思。这时我要伫伫遐做枝头，日日个予伊欢喜，常常伫伊的面前快乐。进入你的心所，满足满足我的心。
情书，在你的面前，用全力的心来敬拜你，唔敢用过你所建设的牧师所表达的信息，讲出来的，特别就是你的祝福，也是有你满满的恩典。现在做耶稣，我们所徛起的台湾社会，最近接续拄着最侪不义贪婪的事件，带来大伤害，造成百姓不安甲惊吓。愿主保守安慰，愿主阻止不义的伤害不搁再发生。主啊，你要应允阮讲，也我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伊要保守你的性命，你主，你哩，也我要保守你。我确信上帝的应允，祝福我人的，无一句会落空。愿主特别看顾，为生活祝我打拼，也是求学出力，当得到平安。主啊，我相信，希望拄到危险，大风浪打入来，信靠主，免得挂路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若过一摆将拼搏的时间摆伫伫你的面前，求主祝福。我确实是上帝要听我的祈祷，我所恳切的祈祷，你也要得到你的应允。我的祈求，为了安尼，我要献出我的感谢，感谢上帝，予我确保喜爱的牧师，我相信的确能得到上帝的赐派，来到我们天国教会，因传带领，我们做伙来敬拜上帝。我来嘛，发出我就变成新生命，啊，福音的经济富裕，奠基天国教会，福音会将我来得到天空。主啊，这下我阿要为着我的上年时代，你使我在上年时代有唱歌、吟诗的文书，福音他能够将福音。借着诗歌、歌乐、配合琴、弦、瑟、美妙的演出，把福音来传扬给众人。我们在这来献出我的感谢，主啊！我看到我所敬爱、所尊重的上年时代，因为爱主的缘故，因面对信仰珍贵所留了以后信仰的家业，让因年岁那几天，上帝福音就灵的。地位、外面也难认定，因个惊大，也要真侪因服时势，美好信仰，生活典范，很足舒服，保守每一位少年时代，互因个心灵得到健康、平安、喜乐，甲因同在，人人拢有通真侪一个可爱、喜乐个老大人。在照顾家己、疼惜家己的身躯，来享受因美好少年的人生，并个知影爱用属灵的信仰来看待咱的时势，爱珍惜上帝的少年那个特别的恩赐，伊有侪摆着喜乐的天赛，阮老师、林老师因用疼心来记得阮的少年时代，才会当互因。通用美妙的诗歌来祝主日有分在圣殿中来敬拜的乐，就是给我献上我的感谢。愿主祝福阮老师、林老师，稳定满满、平安、喜乐，永远甲恁三随。愿因音乐的温素甲听心，用笑口敞开，喜乐心来应承一人。我一切的人人拢为着咱的主耶稣祈祷，咱来恳求祈祷，拢是靠主的名求。